What are you doing?大家好，这是老陈。今天呢，我来到了一个咱们西南区 Ville Aimark 的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叫什么名字？我先不说了，就是以后我会写在这个，它名字比较长，我会写在我的这个视频的下面。我把关于 Ville Aimark 跟 Côte Saint Paul 这两个社区整个的总体介绍也写在我的这个视频的说明区，你们慢慢去看。你看我后面很热闹吧，小孩们在那滑雪。我的孩子，我家俩孩子这也报了这个滑雪班，在这他们正在脚上穿着那个相应的一些设备，正在做滑雪的初级班。等滑得好一些，我们在郊外就让他去滑雪。现在我们大概说一说 Ville Aimark 跟 Côte Saint Paul 这俩社区。为什么把这俩社区合在一起说呢？因为他们两个社区在地理上连在一起了，现在已经几乎成了一个社区。另外呢，它在历史上也是一会分分合合的，一会儿在一起，一会儿分开了，也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两个社区呢，它都离我原来给大家介绍过的圣亨瑞社区比较近，就是中华运河隔着。它的社区范围比圣亨瑞社区范围要大，但它的人口没有圣亨瑞社区那么稠密。就是从那个就是中华运河再到这边有一条运河，两条运河交隔着。它的西面呢跟拉萨了相连，昂格念公园那边就拉萨了，东面呢是跟沃尔旦相连，北面呢跟我们就是圣亨瑞区相连，再往南去它就是快到圣劳伦斯河边了，就是大概就这么个范围。这里头的人口构成比较有意思，人口呢就是原来的英裔跟法裔，就是原生的这个加拿大人占80%左右，而移民呢占20%。在这20%的移民里头，咱们华人占到80%。所以华人在移民里头的份额还比较大，在这地方经常能见到一些华人的店铺跟华人的面孔。原来这个地方因为收入比较低，我今天早上在说那个科学家的时候说过，这个区跟我所在的那个圣亨瑞区，还有不是区就是社区。社区就是原来的小村嘛，这个地方原来有个 Ville Aimark 小村，那边有个Côte Saint Paul 小村，我住的那个地方叫圣亨瑞村，再往那边北极堡杠村，再往就 Griffin Town 村，还有 Pont Saint-Jacques 的村，这些村呢现在都变成了社区，合在一起呢都属于蒙特利尔西南区行政区管。Ville Aimark 社区我说过它是相对比较经济比较落后的，就是富人比较少的一个社区，它拉动它的现在就是昂格尼奥帽那块建了很多公寓，然后从那个地方从昂格尼奥帽那儿往这边来辐射。所以呢你如果想在这地方买房子，你选择余地比较大，你可以买排屋，可以买 condo， 你呢甚至能够找着买到独立屋都是有可能的。我就有朋友在这开幼儿园，他买了个独立屋，前后左右都是院子，都是绿地，都是隔开的，就是我们把它通常叫做别墅嘛，而且价格还比较便宜，可能全蒙特利尔，就是 Ville Aimark 这个社区可能是房价最便宜的地方之一，但是不能说是最便宜的，但是就是在那一批里头，现在它的这种高端化跟绅士化的进程还不是特别的显著，不像我们圣亨瑞区沿着运河盖那么多 condo。虽然他们也在运河边上，但运河靠近 Ville Aimark 跟 Côte Saint Paul 这边呢，基本上不盖房子，不进行土地开发，而在我们对岸呢，它开发可能跟它的一些道路规划呀、公共设施规划呀有关系。它这边主要是一些公园。我后面这个公园呢，就是每年我们都到这儿来玩好几趟。它就是现在我们看见那个滑道是小孩们坐着那个类似轮胎那样的圆的东西，从上面往下滑下来，很长，再往。
我们看不到那个坡呢，就是滑雪场，我家孩子在那滑雪，主要是做一些滑雪板啊，就各种各样的雪上的一些初级班的一些教学。我们好像还有一些华人也在这当教练，都做得不错。这个很有意思的呢，原来是因为都是穷人区，生源就来源都不太好，这个学校这个地方的小学的教育跟我们圣亨瑞一样排名不是特别的高，就是教育质量就整体来说成绩排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后来你看咱们华人来了很多，80%的移民占华人，慢慢的把这地方的小学跟中学的教育给提上去了，排名慢慢的上去了，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咱们华人都比较重教育嘛，今天早上我还说了，这个咱们移民就得慢慢的努力成为精英，才能有出路，才能够成为主要的主流价值里头的一部分，就是把咱们的文化才能够融入到主流价值里面去。这就是好，那今天我就短短的说一下，我现在过去看看我们家孩子需不需要我的帮助。人来人往的我也有点不太适应，这个社区呢我就先介绍到这里，有就是感兴趣的朋友们你到这社区来考察一下，这是个非常漂亮的社区，又有农场，那边奥根亮那边公园那边还有很多农场。我夏天喜欢这个奥根亮公园，它也是属于这个 Ville Aimark 这个社区的，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公园，很多很多的设施。你如果想开个家庭幼儿园呢，就是在 Ville Aimark 社区里头就有Enfant Soleil 这个机构的总办公室，就在那个地方去申请，它让你安排你去准备什么文件，然后审核，然后让你加入，你才能够开家庭幼儿园，享受政府每天每个孩子30-40加元的这种补助。好了，这关于怎么开幼儿园以后再说吧，今天又说的有点多了。呵呵，这就是 Ville Aimark 跟 Côte Saint-Paul 这么个社区，它的历史沿革我都会写在我这个视频的说明区，你们如果感兴趣呢就把它好好读一下。原来我是发表的我的社区，我是在为本地的一家中文小报做兼职编辑跟兼职记者的时候准备的一些资料，我现在把它再找出来，把它再贴到下面。社区信息基本上也没怎么变，这个社区它租房屋的租金跟房屋的售价都是比较偏低的，具体什么个情况以后我让安妮来给大家再慢慢的讲。好了，新朋友们订阅我，老朋友们呢继续支持我，我现在要过去看一看我们家孩子他滑雪的一些情况，最后我把镜头拉近，你们看一看小孩们滑那个轮胎的那个情况，然后我就关掉。好了，谢谢，再见，拜拜。今天在雪道上滑的人不多，看那边一个小孩滑下来了，那是为了防止相互之间碰撞。等会还有人会从上面滑下来的，往上它还有电梯，看又有人滑下来了。子妍，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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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你也喝点。你们俩可以拿我的手机玩。